真的从小听杰哥的。通常我飙高音那一刹那间，我的屁股是会这样这样瞬间转转转转转。你确定你在这样子吗？我真的从小听杰哥的。在那个大学的时候去唱 KTV， 把那个人家那个音响唱破。因为我真的想练你的歌，我练到我就哦，我真的有点就是喘不过气。我跟他们说我要进去休息一下。非常非常经典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不会唱，你们会不会唱？会，对不对？三个字的那个嘛。我跟你们说，那首歌真的没有人不会唱，大家都会补啊。就但我们有时候会直播那边吵起来，你们要知道这件事。啊，我们是争吵哦，争吵。所以我们待会吵起来的话，你要负责在中间协调。我说哎呀，对，这是金句吗？对，爱情里面有对的人，可是，在婚姻里面只有忍耐的人。姐要教我飙高音啦！其实我去年有发一张 EP 哈，然后就开始心虚这样子。我要跟姐讨教的地方是说，就是要怎么样才能有那种，就那种声音，就隐形声。通常一定就是肚脐下丹田，丹田要用力，然后通常我飙高音那一刹那间，我的屁股是会这样这样瞬间转转转转转转。你确定你在这样子吗？就是要加 ，OK。那对的那个最高呢？哇哇哇！唱一次，哇哇哇哇哇！耶、yeah! ！哎呀，那 Marcus 小军啊，谢谢。等一下，请大家就是七月十五号，对不对？对，七月十五一定要去北流，好不好？然后那天下午，如果你们比较早出门，也是可以在外面先看我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再来看我，再来看，节奏点来。七月十五号北流演唱会能够顺利成功大爆发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在现场。哇！第二个愿望是希望今天帮我准备惊喜的大家都平安健康，心想事成，天天开心很重要哦。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所以刚弹刚刚前面的五张，总共三十。对，总共三十。好不好？总共三十张。